怎么了？哎呀，这一次我们旅游团哦，就是现场东西啊，二十几个人哦，我们要去冲绳。冲绳之旅。想不开打自己那么大力，可是看起来大力。珍惜生命，我在你身旁。那你为什么都不吃？这是嘉宁的化妆啊，他都是把握很赶跑的时间。来，现在嘉宁特别活跃，他想要展示他的灵活性与机动性，特别请了后面这个重量级的 Fish 来往前推。哎、欸，你很烂呢，哎。再过来。你终于送到终点了。行李箱让他有多难拥抱到吗？也跟大家讲，今天目的是来呢，就是来不能冲绳啊，然后我们。这六天也会记录影片，给它拍起来。对，也不知道就是未来会发生什么事，但是就是从昨天晚上就开始很期待。我们没有要准备拿相机起来拍，我们就是随时拿出来拍。我有选择性，这不是一样意思？这不一样，就像之前一样。对，对呀、啊。很期待。好，就让我们继续看相机。就到我们黄金五秒钟的时间，再请大家帮我们分享、留言、赞。对啊。订阅关注朋友们，记得帮我们订阅关注，记得开小铃铛，别忘了加入我们 YouTube 会员跟支持我们 Instagram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 ，OK。阿力送啊！抓飞机！抓飞机啊！抓飞机啊！抓他！啊！你不要抓到海里去嘞！哇、哦，这里好漂亮哦 ！Oh my gosh！ 哦，这很漂亮哦！哇、哦，这边真的，这边真的很美。赖昌道这边有一个很厉害的松饼，还是那一间？计划买啊！哎，快点！哎、欸，你爱的甜点呢、欸？你要放过这个美好时刻。我跟你讲，爱甜点都比不过爱你。Nice， 出国才会讲人话啊、哦，是不是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欸、因为即将要你付钱。你要在这抓飞机吗？我要去下面那里抓飞机，好浪漫、欸。它是不是每五分钟就有？因为它刚又一台飞过了。对。那你会不会在这边卡点？不会不会，因为就是卡完之后就结束了，结束这趟旅程。一万多块的眼镜，眼镜也被坏掉，被做坏了。好，就我们就是先去处理，先去处理，了解也可以知道说下一步我们该如何处理，然后大家就知道说未来可以解决的问题。你要给我用坏的地，等一下，我跟我先跪，凶手，凶手，先跪，凶手先跪。你也在解释自己，你的东西被弄坏，你要解释自己。我们家里，我们帮他上一条血，他现在在扣血，等到血扣完的时候，我直接跑掉。怎么了？太精彩了，笑着笑着就哭了。真的太难过了，那个眼睛坏掉了。我们刚刚在拱嘉宁说。你是不是有感觉有 something？ 然后他就说没有，我真的没事。结果半个小时之后，半个小时我受不了了，hold 不住了。没有，刚安迪说他觉得有什么，他一定有什么啦。我痛了。刚刚出来了，一万五，我不知道，就是有点不知道。他说那个是定情之。好，代言，啊，我知道，记住了，代言，我这边这只公鸡的，帮我看一下，有代言，可以修啦，可以修，只是都歪就歪这样而已。先把围巾拿出来抵押，别这样。免管，谁带去奥莱家处理？坏掉了怎么办？
你要放下。对，它是我去欧洲第二天还是第三天，我第一个买的精品。你请右边的下去。好，不要再想了，就是拿去修，放下，立刻放下，去Outlet，立刻买，再买，丢海里，等一下可以丢。你现在来到捷克牛排，这个是冲绳必吃的牛排店，对，叫做 Just Steakhouse。刚等了大概30分钟，有中文的 China。OK， 可是我觉得这个中文对我来说不行，我用英文叫。那个国际数值拉起来哦。我点特选的牛排，那我点纽约牛排。几分熟？五分熟，再一个牛肉卷饼就好，我觉得这样差不多饱了。OK， thank you。哇，再装来装来装，这牙齿还不白装？你的也来了。你来了。你看起来真好吃哎，最重要的，我们来看那个牛排的味道是怎么样。要再切一块。这还蛮好吃的。要肉。口感是嫩嫩的，可以耶，肉也很棒，它肉质是很 Q 弹的，很嫩的。来这边吃的话，如果要点，可以，它的价钱刚好，2900跟3900。汉堡肉怎么味道？汉堡肉超好吃，这个肉真的很好吃，对，应该比你们肉更好吃。我汉堡肉很嫩的，那个味道直接。汉堡肉不满，而且有些汉堡肉不是很厚吗？它是薄的，对啊，两片。哇，来这边吃汉堡肉啊，最重要你的薯条类啦，薯条绝对是你最重要的主角之一。就是它的薯条是很扎实性的，马铃薯味没有那么重，炸的酥脆刚好，但是吃台湾就好了。来这排半小时可以，排一小时就不要排，太久了。真的，如果要。大排队，我觉得可以先吃别的。我觉得真的是日本当地的人，感觉我一定会想要来吃。耶！你的袖子，立体礼服。哇，今天真的好帮我擦衣服，好好哦。这边要擦吗？不用，就是。我故意制造这种情节，让你帮我擦 ，OK 吗？我也想要你帮我擦。啊？哪里过来？那么多人。可以啊，我们可以擦。然后现在整个都吃完，然后我发现其实它蛮油，就是我现在挖出的东西油啊。哎，那个油会不会是要用那个面包沾来吃？有一个可能性是这样啊，这个沾一沾，然后就不会那么油。可是吃东西其实结果一样，你知道什么？对啊，都吃进肚子里。对，来了，你的食物来了。你放哪一个？不会，那。耶。有吃到重点，它很有风味，它有它的特色。我喜欢它外皮很酥酥脆脆，然后牛肉这样子混搭感觉，因为它牛肉有点咸，但是因为上面比较淡，所以它其实是中和它下面的味道。那你吃的好可怕，整桌都是。那个赶快拍同仔整。哈哈哈哈哈！我竟敢，嘴软软脆脆的，可是我觉得不会吃。看你吃东西很幸福，真的吗？对啊。好吃啊！这间店可以推荐大家来。你看，尤其是这个女的，一个人独占两个卷饼，她很少这样吃的，除非真的有很好吃的东西才会让她吃。因为她刚刚可能逛得太开心了，对，有运动到了。所以有一个东西就是，女人需要用东西取悦她，所以她就心情好，消费之类的然后她就会很开心，食欲就会变好了。晚上回去好力气。那你还要多余力气，你想要做什么？跟你啊，跟你作战。好，那我们去那个外面的那个操场跑一下步。因为我们要实践在冲绳跑步。好，加油。